大家好，我是林董。名字。今天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的声音就知道了的了。你会吧，英国话？圆的不得难。我今天这一集不是特别的美食食物介绍啊，因为最近屠妖节嘛，所以已经过了啦我们想要体验，就是我们要去到印度餐厅，然后体验一下用手。真的有这个甜分。我们先试看用手吃饭的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因为真的没有试过你有试过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下Let's go Alright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山坡底的这一边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里有哪里有一个印度餐厅秀伟那边哪里那一个街道你要去走看吗街道是我们来这边拍摄在那边小便真的如果你想要看一下那些特别的咕咕叫你可以走进去看我不要等一下可以把那 BGM 换成印度的 BGM 嘛有点风格一下来换一下可以就是这样今天也约了几个朋友来这边吃给你们看点不一样的朋友啦我每次来去看 Yuki 的小样脸你们是看到有点显了是不是先给你们看一些搞笑的人物非常搞笑除了搞笑也是搞笑这边过来哇哇哇砸破砸破那边很美我就决定来这间那个字banana leaf 不会嘞这我动这有柴火你才看得出来我们就进去那边招牌有没有看看那个你数啊是没一样啦走啦我们这边坐住先看它榨菜饭这样美一样嘞我最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每次来妈妈当喝水什么她的水会很甜耶真的你看看很烧我觉得我们这种东西不要跟他讲完全一点讲都不会讲OK 你们看我们这边的两位搞笑人物已经到了这里天蓬元帅我天蓬元帅他起来不是很帅你看这个是这叫什么帅这个叫不够我帅如果有看过我以前不是几年前的影片吃那个印度面你们应该会有看过我的影子另外一个朋友到齐了来到 JB 这边看我们每个 OK 就是这样子我们马来西亚穿搭我就是秋秋然后看有一个人有杰克长裤他不觉得冷没喂年冷所以我们就我们俩你像是来这边这样子你要拿榨菜饭这样子的道理那应该这个看起来很爽这样你就拿这个我看到这个很爽一年好吧哎呀行来喽想吃什么吃不到吃我看你的肚子这样大什么都要吃来呀来呀来呀看到吗荷叶饭哇好像给你放三种料放来什么给你了大的那做我用汤匙叉看这个用手哇做你的手势也不大对嘞喂来我用手势换图啊我是这样的这样子笑了然后这样抓然后我们这样子推哇好的高丽你试看一口我发现比较好吃很特别的这样子我发现它这个虾它的饼配那饭很香刚刚我们两个很有用手势的比我还要有谁啊叮叮叮叮叮那头发转一下很有意思勒一口菜一口饭那一口饼哇会吃这个用汤匙叉妈妈咩这道我真的是不懂讲什么我试看那个鸡肉
煎哦，那个。然后至少焖咖喱哦，至少焖个人到那种粉，地煮很好吃。这个咖喱很好吃。就是这样。嗯，等等等等。来一粒平平安安啊，最好会瘦啊。你讲开一个。来一个。咖喱。看它的，看它的色相。我觉得最好吃是打炸的很香哦。好，辣味刚刚好。凉。猪蹄片爽吗？好不爽啊？好吃。下次再来。哇。又第二第一个东西啊。一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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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没有浪费你了。我叫我，哈哈，整个饭满满的，我的饭更多，我都饱了了，你们。所以有时候啊，是特别的、啊，也是很不错呀。我说我们下午是玩，那什么？不懂哎、欸，算个大鸡。这个很好吃，这个。对啊。我家门。大众煮哦，这种啊，他们厉害是那香料粉。在哪个碗呀？我跟你讲，不吃辣的就被假厉害。我要那个瓜，要那个咖喱，要那个咖喱啊！不能的啦。这有不能可以吗？可以。是我吗？难怪你也走啊！知道就好啊。不是我要变肥，是这样的原因。不要。那我想问一下，是谁让你吃到那么庞大可爱的嘞？哦，失恋。社会失恋了、啊。确实失恋。啊、你的这个是谁教的吧？你这个喽。当年我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讲，哎，怎么吃到这样大只？然后这一个人呢，就跟我讲，哦，他失恋到暴饮暴食哦。我因为这个东西，我信了两年。那我也跟着信。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骂我有条理啊。那你有暴饮暴食，我谁跟你讲过？哎，就这个喽，还笑很开心。有没有吃到要干净啊？你全部我他妈丢垃圾咩？都全部叠在一起。我有分哦，是你是这样子，是你是这样少的哦。所以你们不要再讲我了，我不肿啊，肥啊。这个叫爱你。讲我也爱你啊，肥啊。我可以肥，可是这个辣我真的吃不下。嗯。说不定男人可以养，懒懒呢？可以教他小孩子懒懒那种字啊，这叫什么？懒懒咯。哇，全部吃到一干二净啊！这个不算，哎，第二奖，好吃哦，特别哦，哎呦，地域了，一样不一样的文化，还有很好吃，看到吗？不一样的文化，没有读书了，你特别好吃哦，没有读书了，妈的，一个比一个简单哦，你接着讲，辣。没有，那个炸鸡真的要吃，所以你们可以来试试看。我觉得偶尔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文化蛮爽的。所以今天的体验就到这边了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